觉得第四届中国微商博览会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我是河南郑州道和医药生物有限公司的，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来那个参加沸点天下举办的第四届的一个微商交流会，然后来到这里呢，我觉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之前呢来的时候呢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感谢那个沸点天下给我们做微商的一些微商人提供这么好的一个交流平台，因为大家知道平常的话大家就是说都是用微信来进行那个自媒体还有一些交流，然后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这一次的话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面对面，然后把产品给那个客户，然后把客户然后带进了我们这个产品中来，把产品用产品来说话，并不是说那个让大家感受到一些那个媒体的形式，然后以欺骗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交流的。这一次我感触很深刻，因为我们的产品非常好，只有用产品来说话的话，我们会做得更远更长久，然后感谢沸点天下给的这一次交流平台，下一次的话我们还是会来的，然后那个这一次取得的效果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感谢感谢，非常感谢。